底为什么要盗用身份？真正盗用蒲光浩身份的人是你，是你杀了蒲光浩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以杀害蒲光浩刑警嫌疑逮捕你。你会相信我是从过去来的吗？因为这是事实啊，这是蒲光浩是我30年前的师兄。请问金善在，警官在吗？胡刑警，我是徐希秀的丈夫。徐希秀，等一下，你是那个善哉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东森戏剧台《隧道》。